大家好，这里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宣布的俄军1月10日损失情况，人员710人，总数112,470，装甲车7辆，总数6,154，卡车8辆，总数4,817，坦克4辆，总数3,084，火炮4门，总数2,073门。无人机4架，总数1,860，火箭发射车零，总数434，固定翼飞机零，总数285，直升机零，总数275，巡航导弹总数零，总数723，防空系统零，总数217，特种车辆零，总数183。舰艇一艘，总数17艘。